物保护处，我想，东阳公园二刚好开到。水质啊，去检查咯。洗澡哎呀，信义区永春陂湿地鸟下来洗澡了，中午洗澡，你个边啊无看到，我也见。要让他看到他，他不会怕。人也离一点，对吧？这还是刚没放，他还是辛苦。比较不适应。谢谢，不然谢谢了。上去洗一下了，没有人给你看了。对了，洗一下，对了，哇，不要怕，我能改汤喝。就是要想洗才要站来站。现在是惊了。